大家好，今日嚟大东门中山三路，大东门茶楼饮茶。大东门中山三路呢度，今日又嚟呢度大东门茶楼。三楼，大东门茶楼，食干碧大眼鹅。大东门茶楼。啊，啱我个烧酒饮翻啖先。屌！慢慢慢慢掟。百零几蚊，我边度食到我啊？点解我食咗百九几？睇下有冇。好香啊，好香啊，干碧鹅啊，份量够足啊，呢、這个鹅好香啊，干碧啊，有多饭，俾我热醒啦，热醒啦。我啲饭喺度嚟啦，一号饭三个。嗯，108，干碧鹅。呢只我正啊，反正成只打包。系啦，成只就打包，一定食唔晒。食唔到打包。唔晒一盒打包，一盒鹅打包，食剩咁多鹅肉。一个饭一支酒150萬八，我说的名字是没人听过啊，这里，不是，看镜头也是，准备回家。